李小姐，恭喜你，你怀孕了！哎呦，我知道了，化验单上写的阳性。妊娠初期是会有一点反应，不要太紧张，也不要太吃力。为了减少流产的可能性，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不要拉上面的扶手，也不要晾晒衣服。哎呦！ 做奶奶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海华，海华，海华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啊！李海华小姐不幸怀孕。 是吗？太棒了！放我下来！你没事吧？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，庆祝一下。神经病！来，海华，噔噔噔！你干什么啊？庆祝一下呀！来，给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是冰的，小心冻着孩子。像真的似的。哎，你不已经怀孕了吗？ 哎呀，你给我，我不想要。什么？不想要？嗯，不行啊！哎，你说话还算不算话了？算话，算话，不要，不要。喂，哪位啊？ 妈呀！什么？你病了？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妈，哎，妈，静姐，你来了。哎呀，您不说您病了吗？我不说生病，你会来吗？你也太夸张了，我上礼拜刚来过呀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那个女的。 去看妇产科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哎，那个女的怀孕了，你都不知道？这么说，那女的给你带绿帽子了？哎呀，您瞎说什么呀？真是。哎呀，我今天啊去医院看病，正好看见那个女的在化验小便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这问题就严重了，俊俊啊，你得赶快离开她呀。这个事儿我知道。啊？哦，那就好。 哎，这么说，我真的要当奶奶了，啊！哎呀，妈，你急什么呀？这事儿你让我们俩再想一想啊。想什么想？有什么好想的？投胎不能打，生下来我给你们带啊！妈，你也太性急了，我还在当儿子呢，你就我做爹，我没有思想准备啊。哎呦，哪个当爹的不是先从当儿子开始的？真是。<笑>张老师，张老师啊！ 方老师，哎，你好像有什么喜事？那个女的怀孕了，怀孕了啊？是谁的？当然是我儿子的啦！啊，恭喜你要做奶奶了！哎呀，就是不知道当成当不成呢。什么意思？那个女的不想要孩子，这是什么话？那可是你的宝贝孙子。是啊。哎，你儿子到底听不听你的话？他表面上。 好像不太听，哎，可他心里是听的，每次送去的鸡汤他喝的一口都不剩哎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喝归喝，做归做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逼呀！怎么逼呀？哎，人家戏里头有逼婚，逼得皇帝退位，你可以逼婚，逼得他们结婚呢。嗯，我还是听不懂。你先把婚礼操办起来。 怎么操办？很简单，先订个饭店，在决定客人的名单，再到影楼拍个婚纱照。你这里锣鼓喧天了，他那里总要上花轿吧？<笑>好好好，张老师，你可真是智多星哎。<笑>说完了方老师的喜事，应该说说我的喜事了。张老师，你快说。我接到通知，参加市里组织的。 平潭老艺人抢救性演出和录像。哎，张老师，
你们这种人啊，是国家的宝贝，是应该好好的抢救抢救。哎，哎，你这话听上去怎么那么别扭啊？啊，应该说是好好保护保护。啊，对对对，保护保护。我这人啊不太会说话，你可千万别计较。不会的。这次的任务特别重要，你就克服克服吧。啊，那好吧，就看在你平时宝贝我的份上。嗯，碧水东风凉。哎呦，水东朵朵，朵朵，妈妈问过你们钢琴老师了，说戴上这个耳机就可以不串音了。哎，试试看啊。嗯，好，试试看。哎，妈妈，真的很有用。哎，哦，真的？哎呦，那太好了。哎，那弹吧啊。嗯。碧水。真灵。哎，多多戴上了以后啊，就听不到奶奶的平弹声了。怎么样啊？灵吧？嗯，哎，蛮灵的。雪梅，这段时间不要叫多多练琴了，行不行啊？哎，那怎么行啊，妈妈？多多要是不弹琴，跟不上别的同学。考级要受影响的。那考级重要还是我的演出重要啊？哎呀，妈妈，你已经退休了，这场演出嘛也就是一场安慰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意义的。我们多多可不一样啊，他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，考级意味着他的前途的。风雪梅啊，雪梅，我们上楼。哎，干什么？你给我上来。干什么？你给我过来。耀华，你居然用训犯人的口气跟我说话，我在这个家里到底有没有地位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人呢？冯雪梅，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糊涂啊？每个人嘛都有自己最神圣的东西，对于我妈来说，你可以侵犯她任何方面没关系，都可以原谅，但是平弹是她的命根子，是她一辈子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过去由于市场不景气，没有演出的机会，她已经是够痛苦的了。现在嘛，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，而且是高规格的，是市里面组织的录像演出啊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妈妈她当这次演出是生命的绝唱一样，你却用这种语言来冲撞她。风雪梅，我过去一直觉得你虽然脾气倔强了一点，但基本上是通情达理的。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，我是大错特错了，我是看错人了。你用得着这么生气吗？我只是觉得，妈妈现在唱的再好也没用了，又不能评职称，又不能加工资的。我们多多可不一样啊，
他要是考得好的话，读中学是可以加分的。多多才几年级啊，离考中学还早着呢。可我妈不一样，她退休这么多年了，好不容易才碰到这么一个机会。她现在有精神，还能唱得动，再过几年你想让她唱也唱不动了。哎，你不听评弹你不知道啊，过去我妈可不是蹩脚的演员呢，她是有追星族的，一有大型演出，有很多观众就从美国香港赶过来给她捧场的。别的人都这么看重我妈的艺术，作为我们子女的却不在乎，却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升学影响她的演出，你说你能说得过去吗？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们多多的考试怎么办呢？你不是说你的脑子比你们办公室的 MBA 还灵光吗？这点小事还能难倒你吗？你当我想不出办法？来，给妈妈拿好。哦。拉紧，拉紧啊！哎，拉紧啊，拉紧。哎，对了，妈妈，嗯，你干嘛把钢琴包住啊？妈妈去问过你们钢琴老师了，这样包起来呢，你跟奶奶啊就不会互相干扰了。妈妈，有用吗？我们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快试试看。哦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